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2023年的4月25号，礼拜二。好，看一下今天吃什么。我们的文贤已经先上来吃了。来，今天的话呢，吃的是笋丝汤。喝笋丝汤，里面还有这个是一些哦，这肉。然后还有麻婆豆腐，天哪，好久没有吃麻婆豆腐了，谢谢大姐。然后还有这个是鲷鱼吧，这个应该是鲷鱼。然后还有这个肉块，然后还有这个是气鬼啊吧，气鬼啊，然后气鬼啊的中文怎么讲？丝瓜啊，丝瓜，这是素食的。然后这个是饭，然后这是我们亲爱的大姐，嗨大姐，谢谢你。你好，谢谢。今天很难得看到麻婆豆腐哎。对，哎呦，本来你也知道麻婆豆腐，没有，很少看到你煮这个啊。是哦，谢谢，这个蛮下饭的，谢谢，麻婆豆腐赞啊。